抖音。もしもし。冬天是吃栗子的季节，今天就用栗子本尊做个蛋糕七七吧。Hello， 我是小婵，先做个不会开裂的巧克力蛋糕胚。我用了巧克力，提高了蛋糕的油脂，这样蛋糕吃起来会更加的湿润。接下来筛入面粉，把它们搅拌均匀。另一个重点是蛋白霜不需要打得太硬，这样蛋糕胚就不容易开裂啦。接下来是做栗子蛋糕的灵魂，栗子奶油。在安佳淡奶油里加入栗子泥，奶油打到有纹路的凝固状态是最稳定的。知道你们最发愁的就是抹面，所以推荐你们放到这样的模具里，挤上奶油，撒上栗子碎，简单的抹平一下，再一丝不苟的做个装饰，稍稍冷冻一下就能切出整齐的蛋糕啦。这样是不是简单多啦？你看废了吗？抖音。有宝宝说只想学网红盐烧酱，不想学蛋糕胚，简单，家里还有芝士片的可不要错过呀。这个酱无论是抹蛋糕、抹吐司还是抹馒头片，味道都绝了，放进烤箱等它上色就可以啦，你们可一定要试试呀。抖音。如你所见，这个纯洁无瑕的核果子名字叫做无垢。Hello， 我是小婵。如此通透的核果子，只用到了柠檬汁、含甜粉和优质的水。水是美食的灵魂和关键。想要做出如此晶莹剔透的甜品，一定要有一款高品质的滤水壶。必然得光熙系列滤水壶，能有效减少水垢、杂质和重金属。中火煮到含甜粉溶解，再加入一大碗糖。我也做了减糖版的，结果就是一坨史莱姆。做好的含甜液过个筛，再倒入模具里冷藏定型。等含甜液凝固后取出，断了，没事，问题也不大。修整一下，用波浪刀切成3毫米的薄片，小心翼翼地包裹上白豆沙，晶莹剔透的核果子就做好了。简单的甜点往往对食材的品质要求更高，你看废了吗？抖音。もしもし。如果你希望肉肉长在谁身上，就把这个甜品转给他吧。这个坚果糯米船做法超级简单，拿出家里吃不完的坚果，把它们简单的切碎，在锅里加入屏幕上的材料，小火熬到120度就可以关火了。然后加入坚果碎或者麦片，翻拌均匀。做好的坚果馅超级香甜，再配上黄百吉的糯米船，吃起来会更加的酥脆。你的胃口有多大，就把船填得有多满。把装好的糯米船送进烤箱。此时我的嘴角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。送闺蜜送朋友的甜品要有仪式感，经过我这简单的包装，是不是立马高大上了呢？抖音。